真的吗？喝几杯之后，我聊着我问你会死啊？那我跟你讲过头七的故事了。有。所以你相信我爱金门的心了吗？你相信我？一般的不会玩到七点多。对，但啊，你还没跟我讲，好吃吗？香吗？当然了。但是它是有高粱粉。真的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要去现场，它现场有制作，就是现场粉，它在国店里加什么？对，那个真的好吃，很香。对啊，但是那个已经处理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香味没那么重。但是你避一下会过啊。嗯。但你懂吗？嗯、你以为是高粱酒手工烂酒？对啊，因为不会过。好了，我过去了。对。好，哥，拜拜。拜拜。二七三四哦，五点二七分。天佑，2021不用买了，2021啊，2022。拜拜，再见喽！每次你上二次，有捐款，我领取捐款之后，然后再来是看加一二三四，二七，一三二七是阿宝捐的，因为七是阿宝捐的，各位十二十五点28分再见。